大家看一下，我身后这个是武汉雷神山的今天的施工现场，非常的忙碌啊！看多少人在这里，吊机啊、挖掘机啊，日夜不停，二十四小时的加班加点。看大家一片繁忙、紧张的工作，后面吊机、里面的挖机、吊机，这本来原来是个山堆啊，现在都造成已经都做平了。快的，都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工作。现在这个将近300多病房已经进场组装了，然后估计在明天把门窗、然后电稍微的再布置一下，到初九的时候就再交付施工。这个工期很紧，初十之前必须交工。按这个速度的话，初九应该说把所有的病房，然后运送过了。当前窗子准备交付施工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我们进来过来看一下。90%都已经做完了，就一个门，还有一个吊顶，大家都在不停的忙碌，今晚也在加班加点的干活，早上5-6就起来。夜里凌晨干到凌晨2-3，不容易，吃一点饭，吃饭的时间有些都没有，干活的时候有时没休息，都是在想早一些，早一点发这个预防，交付时间早一点。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，夜晚灯火通明啊，经过这2天2夜，2天3夜应该是，已经颇具规模了。这一片一片的都是将来都是集装箱的堆放的地方，就是病房堆放的地方。今天是初6，还有3天的时间，24小时都没有睡觉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家都很卖力去把这个雷神山医院建好，早一天建成，早一天医治病，早一天收治病。所有参加这个雷神山施工的这个施工人员的一个心理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